黄老师，我们的西瓜长得可好了。妹妹，那边有个特别大的。嗯，我们看到了。哇塞，这个大哦！低估了我们西瓜的生长能力。这个西瓜值得阖家观赏吗？值得。值得。它可能是最大的了。朋友们，给它起名叫全村的希望。但那边有一个长得最美的，看到没有？那个。大家这个好圆啊，这个。哎，真的。这个长得太好了。啊？为什么摘了？哦。你也不能把它接回去。不行，我以为它是长，已经长出来了。西瓜，你在干嘛？这么想给它摘了？全村唯二的希望。全村现在真的只有唯一的希望。全村的两颗希望被拔掉一颗。全村第二个希望。光汉赶紧把它又放回去了。他放回去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拿回去吧，拿回去吧，已经摘了就拿回去。西瓜们小心点儿，许光汉来了。